据媒体报道，走红后的段奕宏一直把感情藏得严严实实的，直到2011年6月12日和女友大婚，才让他的感情生活第一次为人所知。但是保密的婚礼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。段奕宏的妻子王瑾是其毕业于中戏的同门师妹，也是一位演员，和段奕宏的感情令其吸引了媒体的长枪短炮。如今两人已经结婚2年多了，还是如同婚前一样低调，王瑾更是鲜少露面，甘做段奕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段奕宏漂亮妻子的素颜近照吧。愿你愿意伴我共去，就学我咁。